就是说没有，不是决明子、哦，就是说我们平常去摘那个菜，那等于说我姐姐在这里摘的菜哈。对，对我姐姐她比较可以看到那一种比较小小的生命都在啊，他们都在里面。对，那、啊、等于说回去的话，我们的体质都比较敏感，是等于说无形中他们都会。我知道在这边四五年来帮我们消一些掉了，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多多少少跟我们回去，嗯，跟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要化真的。到最后什么化掉了？就是那一天去那个什么，去那个我姐姐跟你说那个什么心灵法会呀、啊，是那边念大声佛号，它全部化掉了，不然真的都化不掉。嗯、一直说是说，好像是他们也是要，他们求超度，他们要超度就对，回家你不会超度啊，我们只是在家里念那个佛说阿弥陀佛，是那个地藏菩萨，是跟那个念那个阿弥陀佛圣号而已啊。没有，你当下还要跟他讲说，请佛光来接，回向完之后。大声的肯定的请回去，这样子一定要很诚心跟他们说，他们要下指令，会你跟他说我们来这边就是要回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大声的跟他说，很肯定的跟他说，对，因为你本身就是自信的流露嘛，佛就是由我们自身，你只要越相信佛，当下那个佛光就够了，就是你信心不够，信心不足，自己的信心不足，还是自己的问题，信心不足，自信不足了，就是自信不足就才化不掉的地方，对，他本来那个外面叫大人，大意思就是那个阿弥陀，对，啊，又再过来变成我们心魔了，对，心魔，然后这是不要化，我说尽量念了，不然怎么办，那我姐姐说你们尽量念，念阿弥陀佛就让我化，对，最后真的没办法，最后就是这样了，那个法会的时候去念佛，大声念佛，用一桌那个